OK，Hello，大家。今天简短的来说一下今天的记录。OK，为什么我会穿成这样呢？一定是以为我，大家应该以为我洗完澡了。错，我刚刚原本要去洗澡，然后我在那边开水龙头，开那个洗澡的，转到最热10分钟，冰水，还是冰水。昨天晚上甚至还停水，一滴水都没有。我想说，到底是怎样？这不是很 basic，就是最基础的那种设施吗？都没有做好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是傻眼嘞。然后刚刚我们晚上是去吃尾牙，倒是还可以啦，就普通。但然后大家就抽奖啊什么的，当然是没有我们替代役的份啊。我和另外一个学长没有，但一个在快退伍的有，因为他在比较久。对，就这样。但 I don't give a fuck of that 啊！现在我根本不在乎那个，我在乎的是这边竟然你是怎样，连热水都没有。然后现在天气那么冷，我就没有穿衣服，然后在那边等那个破热水，10分钟一滴都没有。我只想说，还不如好好的把钱花在一些基本的设施上面吧，或者是好好的做一些设备的进化跟提升吧，而不是在做一些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啦。对，反正今天的记录就是一个抱怨记录而已，反正抱怨也是人生的日常嘛。我这应该也不算抱怨吧，因为这他妈就是真实发生的，好不好？我大家再去试一试啊。那如果还是冰水，不行，我明天回我妈家再洗澡。今天就先换衣服，然后擦澡什么的。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就这样吧，只想抱怨。祝大家快乐，拜。